观众朋友，今天个好么？番薯款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饮食是每一个礼拜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让我对饮食的量化变成扩大到饮食的无穷用范围一件事情，其实是最难的事情。你今天有请到来宾咯，其实是我等福起来的老朋友，我等的公主红。伊对的甜点的师傅，到身体、到厨房、到学校，甚至到啊等的沙企都坚存。伊唔单止会下厨、会教书，同时伊还会设计设立行。但是伊做嘛个做一件事情咯，你今天邀请伊咯，我等的节目底部都请伊来，突然说明讲讲，哎，伊这个做伊的甜点师傅，做嘛个把做按到无同样的色彩，我等马上放喺今日来宾讲煮红，煮红来跟你欣赏，煮红吼。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甜点师傅江周航。周航反正好，因为其实已经来过我们福气来几百嘛哈、嗯。但是虽然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嗯，但是还没替我们的观众朋友太有了解一下你这个好吗、嗯？你这个是对哪来的？我从我是高雄的六桂人。六桂人对，然后因为讲的讲六桂桂都客人啊，啊唔会讲客还是会谈客？听可以，因为我们其实是从小家里有在讲，然后阿公阿婆那边是从，应该是说从新竹苗栗那一带下来的，对，然后因为六桂以前早期是有这个采樟脑的这个产业，所以那时候就是都南迁到六桂这边。那我们六桂这边我住的这个里啊，跟其他六桂的客家庄不太一样。我们这边的比较多都是北部下来的客家人、跟那个六堆的就口音上就 不太一样这样、那家里其实小时候阿公阿婆有在讲，然后可是到爸爸姑姑阿叔这一代就比较少一点，然后到我这一代就更少，对啊，不过偶尔会听到的是在讲一些闲话家常，可能是邻居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就是小声讲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听的话还算可以啦，因为小时候也常听长辈在讲这样子、慢慢的养过来啦，慢慢的把它学回来，其实都还有机会，尤其是你后来有一阵的时间一提六桂吧，最初我们头都一开始讲的，因为你一开始是对饮食也部分开始嘛，对，那么突然间广东朋友说明一下讲，你几时间他们。对六桂都喺外面读书诶，其实都开始去接触到我们的餐饮了吗？我从国中之后开始到市区念书，因为那个时候六桂还没有高中，对，所以我们国中之后就一定要到市区念书嘛。啊，我国中毕业之后，我就在想，小时候其实对餐饮就有兴趣，然后可是家里会希望我们去念普通一般大学，所以那时候可以选择的科系就是。综合高中科，可是我是念餐饮学程，就刚好折中，我可以学餐饮，然后我同时也可以考上一般的大学这样子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中餐、学西餐、学烘焙，有一些底子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大学研究所也都是念观光餐饮相关的，所以后来创业就觉得，刚好就跟自己专长有所学有结合这样子。一部分啊，我感觉得怪神奇的，为什么你说你从小就对餐饮有兴趣啊？对，我应该是如果要回溯到我最小做甜点的时间，应该是国小三年级，是因为我姐姐，不知道哪边生出来一个那个蜂蜜蛋糕的食谱，然后我们就想说试试看，这样就是面粉啊、蛋啊什么什么这样拌一拌啊，以现在来看那个是很不专业啦。好，不过那时候就家里也没烤箱，就直接放到那个大桶电锅去给他用吹的、用蒸的这样，然后蒸出来就觉得很甜，就是很甜哦，然后很好吃哦，因为小时候觉得好吃就是甜，够甜就好，然后就给他拿给大人吃嘛。啊，以前我爸爸是图书馆的馆长，所以他有时候会拿来请他的一些茶友们吃这样子，然后就会称赞，啊，我听到那个称赞我就很高兴，所以我就会一直开始做，所以。做那个甜点的出发点其实是有点想要讨大人欢心，跟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这样，然后后来慢慢就有一种好像做一些事情有一种幸福感吧。然后我自己以前也都会自己煮饭啊，然后什么炒蛋炒饭啊什么的这样。然后所以那时候高中毕业就觉得，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是朝着餐饮方面。可是我们其实后来讲，就话通研究，台湾还是很通研究所，一次都
都相关的一个课内嘛哈。嘿、嗯，我记得你这个第一份工作是嘿这个创业，嘿没？我最早创业应该是10年前哦。最早其实是在高雄有一间书店，独立书店那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也刚开业，就在找就是合作的、然后我那时候也刚刚好想说用甜点当作是我就是创业的第一个东西，这样就去骑三轮车去摆摊、然后后来就这样子，摆摊，然后在书店卖甜点，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文学甜点这种创作型的东西出来、然后现在我们市面上不是看得到那种三轮车，人家摆摊市集的，我那时候应该是高雄第一个骑那种三轮车的。我一开始其实讲真的也没有太多预算、我们其实回归到我自己家庭，是我们家都是公务人员比较多、所以那时候创业他们也很担心，也想说一开始不可能就是砸钱开店嘛，就想先摆摊试试看这样。然后想说摆摊如果只是租一个摊位，好像你要让人家看到你也比较难，所以我想说那我就要有移动的贩售的方式啊。有一些那种传统的三轮车不是后面有那个车厢在后面吗？对，我想说那种的好像有点太我就比较喜欢比较新潮的那个时候，然后就刚好上网去找到一个那种车厢在前面的，然后造型也蛮干净的，这样子就蛮符合我自己喜欢的那种风格这样、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试试看卖一些比较小的小杯子蛋糕啊饼干啊这种的跑市集试试看、然后那个时候高雄也刚开始有文创市集、大概在10年前那个时候，对，所以就刚刚好了，我觉得那时间点也蛮巧的啊。那台三轮车其实它原价其实很高、后来也是因为网路上找到有一个台北的卖家，他被我的故事感动，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要这台车创业什么什么这样，然后他就用好像7折还6折价可以 卖给我这样子，所以也我觉得就是也是有一些缘分啦、对，然后主要是还是那时候会有一个话题性，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都看一些网络的照片啊，看一些视觉东西蛮重的这样子。但是还有一个 TPL 你说你说你说基本书好了，基本书都做嘛？变成讲这个系的甜点师傅啊，佮种想讲，用出书来分享这个想法咯。因为那个时候我早期在三鱼，在那个书店的时候、我早期在书店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常常会接触到他们会办一些艺文讲座，然后也会请一些作家来分享，然后他们很重视一些本土的这种文化，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开始觉得好像自己要多认识高雄各个地方。以前虽然我们都是在高雄长大，可是大学都是到外地去念的，所以对高雄其他乡镇其实不熟，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开始来去跑这些乡镇，然后你跑乡镇一定会接触到很多小农在地的文化这一些这样，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办讲座，然后把这些食材做成是甜点，然后所以最后才出了食谱书这样子。有时候我都认为说我都创伤哪么个乱，我都做嘛的。但是你要回头一看，譬如讲，一个食材对那来的，小农是一样的生产的，也身体一样的。佮其实唔免米的甜师傅会做的事情。你只要认为讲做嘛个一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有兴趣的。好，其实跟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关。我其实除了喜欢餐饮啊、甜点这方面以外，我其实从小虽然功课不好，可是我还蛮喜欢看一些课外的一些读物啦，然后我也蛮喜欢去旅行的这样，所以就想说可以把去一个产地拜访完之后，然后你会接触到很多小农，然后你会去收集这些故事这样子，那就把它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比如说饮食的流程，然后变刊物，然后变成是课程这样子。等于如果你这个我可以归清楚的同个人手臂上讲，你今天看到一个甜点，它不只是一个甜点，它后面的所有食材的故事，甚至说生产的人哈，也很蛮引导的个。我说等于如果他讲引头是一个东西是，唔单止讲也好食，最主要也会提供一个前前后后的故事。因为我之后还有有去买的那福告做办学，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缘呢？办学的部分其实也是跟那个时候我们开店，然后刚好也跟书店有合作，就是他们有申请到那个好像是文化部还是什么的一个算是一个计划啦，然后那个计划的主轴是
偏乡的陪伴学习办学计划啦。那他们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做那个食农，哎，算是还蛮早期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啊，就试试看。那所以我们就变成去调查六龟有什么食材，再把这个六龟的这些食材设计成小朋友的食农课程。然后后来又变成是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去设计那种手作课，比如说金的话，我们就是点石成金，所以我们是做石头的石雕、石头彩绘。好，然后木的话就是林业的这方面的，六龟林业其实也还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就做木工课。好，然后水就是做植物染，火就是煮东西嘛，我们就是石农课。啊，土的话就是做陶土课，这样陶艺课。所以就是这样子一系列做了，在龙兴国小就是大概做了两年。那后来因为六龟国小这边算是我的母校啦，所以校长就说，哎，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六龟国小做？所以就跟六龟国小这边合作，我们就去申请那个农粮署的十米食农计划，然后也蛮幸运的有通过，所以又继续做了两年的食农教育这样子。然后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因为自己是六龟长大嘛，可是后来就到外地发展，所以其实真正认识六龟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出生在偏乡，其实小时候都难免有一点点小自卑，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六龟是这么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希望让小朋友从小就知道自己家乡的美好的食材的文化这样子，才有这样的课程。故事伊在甜甜的师傅，伊唔单止体验厨房直播，伊慢慢行出这家同事，伊嘛做过几道门腔的书哦。休息一下，我再买几道国庆菜故事。欢迎过来，福气来也。上个节目，我们来自六龟的江祖煌，祖煌来到了现场，同我分享讲，哎，当初做嘛会变一点甜点师傅，慢慢的有行业来人的沙棘，行业来人的福教。我就想问一下，祖煌，因为头头好，唔单止于我们几道福教做我们的办，我说办学嘛哈，同时嘛设计的几道设立行，做嘛会设计安多设立行咯。我们其实跟学校合作的关系，一部分也是跟我之前有出书有关啦。因为学校这边他其实，有时候会有想要请一些职人来办一些讲座嘛，然后讲座就会请我们去分享当初怎么创业的，那我们的兴趣还有我们所学，后来又变成我们的工作，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连带的关系啦。好，然后我们就会希望可以让学生们可以看看。欸，其实不是各行各，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它的出路，不是说只有一个只有在成绩很好的机会才有办法出人头地这样子。然后在学校这边，其实除了我们有教一些食农课程之外，也跟比如说像雄女啊、中山高中这种比较一般的高中去上一些比如说饮食文化、甜点文化的这些课程。好，然后呢也会教他们怎么样设计那个伴手礼啊，怎么样制作自己的小礼盒，然后手绘卡片这样子。好，然后还有甚至是发展他们学校附近的美食地图等等。所以其实还蛮多元的啦，就是课程的部分也可以让他是比较跟在地文化有结合。那现在学校好像也还蛮重视这块的。没有错，没有错。而且因为疫情的关系哦，可能六龟都六龟嘛哈。当然一开始有一段时间，就嘛有做六龟的一些调查。因为前面个 TPL 讲我们一边有一堆的六龟里面红色字，好啊。其实一本书反倒还不还通俗啦，就是我们一般的农民历了哈。但是前面都有社会界讲的六龟的一些人啊哈，同时也有食谱。当初我有想法来做一本书吗？当初其实就是我们在六龟的这个小朋友的课程结束，应该在同时啦，我们去找很多在地的这些店家、小农这一些嘛，那就发觉我们其实收集很多的这些素材。那刚好去年的时候，六龟的那个区公所，他就有邀请我说，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农民历做一个改版。啊，因为以前农民历前20页都是一些什么里长办公室的联络电话那些，他觉得那个应该大家以前都已经有收藏了，所以希望前面20几页是留给我来帮他们做设计。
啊，六龟很巧的是刚刚好有十二个里，好，十二个里我们就想说，那刚好一年十二个月嘛，那我们就一个月就介绍一个里，嘿，然后介绍这个里里面的有它的食材，好，它的六龟很多不同族群嘛，好，六龟的这个族群的文化，然后还有介绍这边当地的这边的一些特色的，比如观光景点啊、历史建筑这些文化，好，然后背后就是用在地的这些食材跟饮食去设计的食谱，所以这一本我们是叫它是农食志啦，哈，对，然后有点农民力，然后跟食物的结合，这样子一本刊物这样。那当初做这样子的田野调查的时候，会很花时间吗？其实因为我算是这几年都一直有在收集，有意无意的，有时候是听家里讲到说，哎，以前我们那边路上有什么店啊，然后或者是说，哎，那个山区那边有什么，所以刚好家里，哎，比如说也有一些像姑姑是老师嘛，然后还有一些认识在地的一些村里干事的一些，所以就很容易收集到这一些素材，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地方。好，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想让大家知道六龟里面有什么，所以我的那个封面才会取名叫六龟里啊，那个里是里面的里。好，那六龟这个地方的地名的由来是它其实早期是平埔族的发音叫拉古里，好，然后翻成那个华语就是六龟里，啊，我们都会习惯是写成那个里名的那个里，那我就想说刚好我们就是把那个里改成里面的里，那就刚好又跟这个平埔的这个旧地名刚好又可以结合，所以就让大家知道六龟里面有什么，这样，然后这些里面的这些内容就是我们这十年来陆续收集到的，啊，食谱部分就是我这边自己设计的这样子。对你来讲，我都讲，就对你卢卡英来讲，他怎么去看这本书？这本刚出来的时候，是，然后那时候刚好我们六龟有在办一个那种温泉推广的活动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说老师安排一个摊位给你签书好了，我说那不是我的书啦，那是你们公所出版的，不是我，我只是编辑而已啦。然后他说我们还是留个位置给你签，然后我想说会有人来吗？结果很多人来给我签的，就是签在封面这样。啊，那些都是一些长辈从小看自己长大的，啊，要不然就是一些可能以前我们国小教过的学生，哦，带他爸爸妈妈说，老师，我们想要去找我爸爸妈妈，我们想要去找江老师签名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还那一天就意外的有点感动，就是想说啊，好像有帮六龟做了一点比较特别的事情啦。对啊，真是很可能有些声音呢，就像头讲诶，像阿的偏向声音来讲，我反而呢，真是各种病人都要听外面的。好，有条你听外面出去以后，那么我在鼓楼也可能工作的关系嘛，他可能就是真的就一直在大都市里面，或者他所工作的地方。对，你这个出生的故乡周围的贡献，我相信对阿的故乡人来讲，唔单止讲喺伢学生嘅嘅家长来讲啊，无论讲困难，太嗰度阿的苏州帮来讲，唔系得过匹配的事情啦，系啊。我们其实之前也都还会去带一些在地小旅行，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问那个店家，比如说那种百年中药行，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以后我们要带游客来这边玩，喔，然后他就想说，哎，我这里都已经没客人，你带人家来这里要玩什么，要看什么这样。然后后来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一些文章陆续有刊登之后，哎，发现其实他也很高兴，就是店家也很高兴说，哎，终于有人好好把我们故事说出来，然后包含六龟老街上的那个百年饼铺，然后另外其实在新寮里那个客家庄他也有一个就是接近百年的杂货店，好，就是这种很老的店家，他们自己可能都觉得没有什么客人了，可是后来我们带小旅行啊，反而游客很喜欢去这些地方看啊，然后像那个中药行的老板娘，他就会想说，那我做一个超阿贵请大家吃，然后做出来之后就开始团购哦，就是那个游客就说，因为他是自己做的，我们说，对，自己手工做的，然后开始会煮什么类似什么什么什么鲜渣茶还是什么的一些中药的药材进去的，饼铺老板他也会做一些他的招牌的那个红豆饼，请大家吃，然后就大家又开始秒杀这样子，啊，大家都很开心，因为你平常时候自己去六龟也买不到这些东西，我们从，对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可以稍微有点活络啊。当然，自己平常说工作在左营，可是如果有时间或者是有合适的机会，我们也很愿意去多做一点社区这些事情。真是利用我们自家的能力啦，哈，可以探索我们的山区，探索我们的地方，可以
周冬奈，就真的是周冬奈，至少可以把这种人，因为讲啊，都讲陌生的，吼，慢慢的不用太跟人提讲，哇，其实咧重要点，伊咧搞变个搞变点啊，都一百人也无简单，一天我有一天的数字，伊能可以慢慢的传扬到一百人。所以总统就要讲啊，人家在做样，好，你今日做样，还代表做嘛工作啊？左营那边，因为我们最初会过去，也是因为有申请到一个叫做以住代户的计划，那个是文化局的计划。那我那时候刚好遇到疫情嘛，所以我就在思考，那还要再住在店面，再住在市区的店面吗？还是我找一个稍微比较远一点，可是是工作室比较舒服的地方？所以就刚刚好找到在左营眷村这个地方，在建业新村，靠近那个海军基地那边啦，因为那边左营大家想到的就是眷村文化啦，眷村美食啦，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我又是做吃的，所以就想说，那我就一样来记录收集一下在地的这些特色店家。然后左营呢，因为没有什么在地食材，以前有菱角啦，可是现在已经比较少了，所以我们就开始从菜市场去走。我们就开始去调查左营在地的菜市场这样子，所以就把这些内容就跟刚刚我们聊到的跟六龟的这个概念很像，我们去找食材，找那个店家，好，然后我们也去访问很多左营在地的中破塞，因为左营那边以前宫庙很多嘛，所以他那边的中破塞的文化其实也是很发达，只是最近这二十年没落下来，所以我们就去访问很多这种中破塞，去记录了这个过程，这样子，所以就诞生了我们的第二本刊物，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场这本《寻觅》嘛，哈。对。不过，一本《寻觅》唔单止系记录到仅存的一啲故事空事嘛，记录到以前啊，能讲中破塞的这种故事。佮重要本《寻觅》吧，一般来讲，你这个希望讲一保留下来系哪一个部分啊？因为刚刚我们其实讲到说，大家第一个印象对于左营眷村就是眷村美食，没有错，对，那就是美食其实也很多，的确都很好吃。那比较少人知道就是刚刚提到那个中破塞的文化，在我们左营大陆上其实有一个以前是叫冰果室啦，它算是一个历史建筑啦。那它最早期时候也做过酒家啊，所以很多的以前在日本时代的时候的那些厨师，后来就自己出来开业做中破塞，刚好接红白厂这样子啊，这一块是比较少人知道。然后再来是左营的菜市场周边也很多，因为那个有那个军人，他们有时候放假齁，就需要以娱乐那个消遣的地方，什么酒吧啦齁，然后会不会是那种就是什么茶室这一些空间啊，我们就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一本这个关于左营的这个饮食的刊物，不要只是在讲眷村美食，因为左营它的范围很大，然后它也有很多不同的那个阶段，好，所以我们里面有眷村妈妈教我们的一些就是经典的外省菜，然后也有菜市场的这些摊商的故事，然后另外还有中破塞的访问，然后另外还有食谱这样子。嘿，真是就像我讲呀，其实每讲一代，譬如讲一代做羊来讲，我发一路系一代眷村文化，因为其实屯屯其实时代改变咧，哈，唔单止讲有几多位中国的屯屯国民政府来到台湾来认同时。一来到台湾以后，台湾变成一个军事基地以后，也会复圈嘛，归到因为这一些军事机构所衍生出来的各种不同的，算是庶民小吃也好，甚至是以前从日据时代，后来从那个所谓的大厨出来开的小餐厅也好，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一个主题旁边所衍生出来的一些饮食的文化。对，像比较经典的就是国贸社区，是国贸大楼那边。它很多我们都会讲它是小字辈，小陕西、小山西、小什么小什么，那一些可能他以前可能在他的家乡他不见得真的是厨师，他可能来这边发现他随便煮了什么东西怎么大家说很好吃这样子啊，随便包个饺子结果后来变连锁店之类的然后还有像那边很有名的也是早餐店，有好几家都很有名啊，这些其实就是他其实算是眷村文化的再延伸过来了，变成是国宅的形式去呈现。那现在眷村其实已经有点像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空壳。那这个空壳它可以再装入很多新的元素进来，所以才有像我们后来又入住，然后做我们在做的事。啊，我自己在做的就是跟饮食有关的这样子。不过听下在身边，如果有几多人已经看不到的东西，其实听以前来讲的话，其实有个故事性呢。
首先哈，我在香港的买过多国芹菜故事。欢迎过来，福气来耶！今天节目我就来自六桂的江主航来到来现场，同我们分享过一出的两本书哈。我想请问一下主航，因为其实哈，我在海洛提供这家游戏日本一段时间，给海底买个几年，我不用去日本哦。那个其实是有一年啊、有几年是很频繁啦，是没有长时间待在那边、不过就是因为。早期有一个朋友，他在做凤山的社招，然后就找了几个日本的艺术家来做一些插画这样子，然后后来就互相介绍认识。那他来我的店面那边，我就教他做那个传统的太阳饼啊、凤梨酥这种比较台式的这样。后来回去之后，才发现他们在日本也很常办市集。后来他们就邀请我去开始去日本的市集去摆摊，那我当然就是卖我们台湾的糕点嘛，然后卖着卖着就开始结交一群。在大阪各地的店家的朋友，所以他们就开始找我去教课，就会去那边教一些那种台式的小吃啊，像是酸辣汤、挂包，然后什么麻油鸡之类的。然后教着教着，他们就希望在店里面也寄卖。因为你要带那个农产品出国，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有时候像你的胡椒或一些种子类、爱玉什么的，其实很难带。所以我就想说，把它做到糕饼里面。比如说我们就会做山茶的太阳饼啊，然后做那个有芒果干的凤梨酥这一类的啊，所以后来就会有时候一段时间就会过去，就会带一批过去在他们店里面卖，然后顺便一起开课这样子。5月、6月的时候有去一趟冲绳，然后冲绳那边就教他们做那个我们眷村美食酸菜白肉锅，教他们那个腌那个酸白菜，然后煮火锅这样子，就把我六龟我的家乡跟现在住的左营。的这些饮食都带过去這樣，但是问题是他们给他们给你的是甜点师傅，对，因为我有段时间就是那个也做料理教学，没有错，没有错，因为幸好你也是专家，所以说这些东西难不倒你，但是他们可能真的忘记你是甜点师傅，又不是因为你还有这些好，你讲托工也好，把个散茶哈，比方说给部分，其实一部分可以贴别的相公，那么相都要把散茶变成你阿妹的食材。因为我觉得山茶你光其实喝就很好喝了，是。那可是它跟一些烘焙的奶香的东西结合起来，它又会有特殊的风味。那山茶，比如说六龟原生山茶，可能你稍微给它炒香之后再去做成蛋糕，跟你没有炒香做蛋糕，那个味道又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反复测试，试不同的茶来入菜、入甜点啊，做太阳饼啊，做蛋黄酥啊，做蛋糕啊，这样。那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透过这个礼盒的糕点，可以认识山茶六龟的这个山茶的这个农产品。然后有点像是可能本身喜欢喝茶的，他就会想说，那我试试看他这个茶的饼好不好吃这样。刚才香肠看到的礼盒，也还没引力讲，引力都送去日本，那可是原来礼盒包装嘛。其实我自己也对于一些比如说影像东西，我也还蛮喜欢的。然后我们自己不是什么那种设计背景出身的，所以都还是会有委托设计师帮我们做外观的这些，可是我都会提供他们素材。比如说我这一次礼盒里面会有什么东西，那我希望它的明信片上面就有这些元素。那内容物的部分，我也是就会希望我们这一季的食材有什么，我们就做每一季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每一次很常常就是客人说我想要订那一款什么什么东西，可是啊季节过啦，比如说无花果季节过啦，也没办法啊，柠檬什么的。那不过这样子也会有一种特殊性，就是大家觉得好像每个月要在每一年的什么时候才吃得到这个东西。然后日本那边其实他们现在对于台湾的凤梨酥跟这种太阳饼，其实他们也很熟悉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讨论说我们后面怎么样再把这些东西做改良，可能有一些是台湾传统的饼干类型，或者是传统的那种汉饼、大饼，把它做改造，然后让它是更新潮一点，然后让他们日本人也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可以认识到台湾不一样的面向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跟着季节走，甚至是跟着食材的更迭，
好，推出新的东西，其实英国很爱的，慢慢的还把饮食里面就是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嗯、对，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希望强调用很多在地的，没错，比如说屏东有可可、嗯、巧克力，然后六龟山茶，这些我们就希望也可以让它就是承载在这个礼盒里面送给可能外县市的人，可能大家就会知道说啊、哦，原来不是只有法国巧克力粉很有名，不是只有可能伯爵茶好喝、嗯、其实南部也有很棒的食材这样子。讲起可可吼，因为吼最近啊，人的主访我都参加啊，两个下个天使台的节目个录音吼，因为可可树下的奇幻小店吼，因为个其实是讲，哎、欸，要不要呢？安都民生去参加啦，啊去租租行去租物个喏，你同那个拢没有讲一下，提个节目地方，你去搞个到啊，等那民生去租啊，等那甜点系咪？那时候就是因为也蛮巧的，就是因为刚刚好那个剧组跟我联系的时候，他就是。可能在网络上有先找了我的资料，然后发现我的背景跟他们要的人的那个人设很接近，就是在地食材，好、哦、去收集，然后记录这些故事，然后我自己又做过跟六堆屏东那边有关的一些书写跟那个田园响宴嘛，所以他们就有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做他们的，那时候是说当甜点顾问这样子的，然后后来。我就想好，那就试试看，因为听起来好像不会太难。然后结果进去之后才发现，实境节目的那个实境感是怎样？怎么说？怎么说？因为我们没有参加过实境节目，团他演工一下，都来很有了。他就是。一个空间，它就是摄影机，可能到处都是在。对，因为它记录你每一个最真实的反应嘛。对，然后你可能，比如说我想说啊、哦，好累，想要躲在旁边，可是你发现旁边有镜头，你也不能真的躲这样。然后它就是其实都很实境，就是随时随地的，就是要注意自己。可能像大家开店可能比较不熟，就是餐饮的部分，以艺人来说啦，那我们自己是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会提醒说，哎，你这个桌子要先喷过酒精，就是一些小细节，我就要盯得很紧。然后像我教他们做甜点，就是有一些有底子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比较没有经验的，你可能就要反复教很多次啊，或者是你教过了之后，其实还是会失败。然后导演就说没关系，就让他失败，就不要管他，这样这就是真实的一面。然后艺人其实他们也蛮辛苦，是他白天要去出外景，他要去六堆各个就是乡去看那些在地的小农，然后去认识这个客家文化这样子啊，下午再回来我们再开甜点店。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在这样子很紧凑的节奏里面啊，他们回来带什么食材给我，我也不知道，我也都是当天才知道，我就想办法帮他生出那个食谱，然后就要教他们怎么做这样子。姑、哦、叔，那个东西不是套好的吗？都没有，都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告诉这个伊拿过了以后，难点。但是问题是有条东西，如果比如说伊条色彩要先处理啊，干能用咯。对，所以我变得我其实还好，是我过去几年很多食谱，所以他假设他香蕉过来了，那我赶快找我的食谱香蕉司康，我找出来，然后就赶快讨论说我们分工，你赶快你切香蕉，然后我来做什么，我来做什么，就是要随机应变呐、啊。然后他们也常常会丢剧组会丢任务给他们。啊，就是委托我跟他们讲，然后我也是当天才知道哦，他们等一下要做什么，像，然后我自己都是处在那种，就是前一刻才会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这样子。譬如说甜点来讲，我们从来有人很多的备餐，譬如餐饮备餐来讲吧，有的东西啊，人可以先切好，我都切了一下，哦，导演喊卡，哦，这一段我们重新来，可是有些发面，譬如说我们面的在发酵，或者是饼干那种东西，一路是这都喊过夜啊，你时间来，我也没有办法说又回到原点去，对，可其实是按的技术上面的问题，能用一改改。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有我自己也有跟那个剧组讨论过这件事，我跟他说甜点不像做料理，你料理你随便放个多放个盐巴胡椒没关系，可是甜点你少十克糖就是会差很多，所以我跟他说，我一直跟他沟通说你要留时间给他们做甜点，或者是我先帮他们做好，这样子他们才有东西可以卖，要不然他们回来之后你就是要他们现做甜点现卖也不可能嘛，啊，所以都在我们互相沟通的过程中，剧组也发现哎、欸，我这样子讲比较蛮有道理的，然后艺人也会觉得的确要留点时间，他们也要做练习这样子，啊，所以就是大家都好像在过程中一直在不断的在学习啦，然后在调整啊，可能实境节目就是这样才
好玩吧。那真的好高，但是问题先从王石真的都过紧张啊，非常紧张。我那十天哦，那十几天都很焦虑的，晚上都睡不好。这你这个比艺人还焦虑，因为他两边都要找我，艺人也会问我怎么做啊，剧组也会问我怎么处理这样子。刚才那番还要不要把小亏的点？接下来有可能就是会开那种。比如说一个礼拜开两三天，或者是不定期的啦。因为我现在那个建业新村那个空间，其实有要转做部分做门市的想法，然后不过也还在规划当中。那近期我们还是会以我自己预购的礼盒为主，然后跟一些社区啊这些教学教课为主这样子。那做门市的意思，如果你这个都是接会有一点厨房，然后厨房专门去生产。买的那门市里不会卖的东西，还买？对，有可能啊，也会有一些座位，可能不多，可能4-8个位置这样子，啊，大家可以到里面去选自己想要的产品，然后也可以内用这样子。但是同时嘛，而且堂堂你这个也纪念了安多的故事啊，因为其实你去安多地方，比如说玉桂哈，比如我给他提我的作用，其实你熟悉吧安多的故事，我相信你的店里面会有个很特别的一个，除了甜点之外，除了一个本身的装潢之外，我相信这个老板的故事其实是很值得去听。对，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像百年饼铺，我们没有那么多快乐，快乐，快乐。对，然后，所以我们只能透过自己去走那些路，去把这个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品牌故事。那这个故事又是去介绍更多不同人的故事跟食材，所以我就希望这个最后回归到大家想到我这个人，或想到我的东西，会去知道我们的风格，知道我们的糕饼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内容这样子，然后也会比较有温度。看今日节目，唔即个会上到讲，其实上到厨房会上到某个东西，多多有讲的地方啊，但类似偏向生意呢吼，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反射。但是没想到，其实你看，伊对六桂出去学习了安多餐一样的事情，安多安精彩一点甜点的师傅的一个过程里边，后来伊慢慢的去归到这个出生的地方，这个沙溪，同时把伊这个好的东西。如果我提到三千年里边，永远都叔叔伯伯。如果你咪讲，哎，喺度玩些生意呢哦，更加是做到热热闹。今日感谢主行老人来欣赏，分享很多阿精彩故事。谢谢大家，谢谢。休息一下哦，再听下来欣赏来强运通哦。我跟福气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听赞，还有到我的下个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